各位好朋友，是我来的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来了荃湾。其实荃湾对于我来说真的很远很远。以前来过一次，在荃湾大会堂唱过了一首歌呢。跟着我们今天的行程犀利了。即是讲之前呢，想跟大家讲一声，我们在今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直播，希望你们可以来支持一下我啦。咁時間同埋地點同埋邊一個平台咧，喺呢一條視頻下邊會公布。多謝曬各位好朋友，我們今天要去荃灣逛一逛。在去逛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說一下，我們會有這一周會有幾次直播，具體的時間地點，還有哪個平台呢，會在這個視頻下面公布。在這裡先感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們直播見。好啦好啦，就係坐呢個小巴。唉，雖然我不坐得，但是都要去呢個村龍村去端記飲茶啦，行啦。話就話唔使坐好耐車啫，但係講真咧，我真係好驚，即係坐呢啲山路上車，個人咧會好暈。啊，呢條都唔係話好多彎轉，我哋去大澳同埋去石澳，其實仲暈呢條咧，可能相對嚟講會好啲。唉，堅持一下。但呢度都好多龙啊，咩彩龙啊、龙记啊，阿龙哥嚟啦。其实我哋要去嗰个系嗰间茶楼，系啦，借。小心。呢間啦，就係喺呢一間癲記茶樓。睇下點先，喺邊度行？原始自己玩埋哇！睇下呢度有几多嘢食，春卷、云吞、煎堆。一边仲有，小心。呢度咧就自己冲茶嘅，你想将个茶壶咧淥到几干净都得嘅。水仙、寿米。好理，又有咩食咧？腸粉、排骨、鳳爪，
呢、這個咁好好，個個都唔同嘅。我琴晚咧知道要你食嘢咧，已經瞓唔著覺，開心到。哎呀，你睇下個個都唔同嘅，咁多嘢食嘅。啊，大腸，豬大腸。天啊，點算啊？我唔知道。哇，我可以食到幾多嘢出去啊？呢個咩嚟噶？呢個咧？哎，大包整多兩籠。辣肠卷呢度咧，肿啊，真系好啊，未见过咩世面，差唔多啦。OK， 我哋依家嚟攞嘢食，睇下我哋今日嗌咗咩嘢，猪肠粉春卷、糯米鸡排骨排骨饭，咁多嘢食嘅，牛肚、燒賣、魷魚、炸雲吞同埋鳳爪，點解冇大腸嘅？食住先啊！好啦，我哋依家正式開始食啦，腸粉。其實呢度啲嘢咧，即係冇酒樓咁精緻。但啲嘢係原味道啊，係咪啊？其實豬腸粉幾好食，點講咧？食得炸嘢多咧，都有啲唔消化。雖然我都好少食炸嘢。即係蒸下嘢啊，或者食下菜啊，個心係舒服啲嘅。呢、這個哦，金錢肚，啲腸粉。其實我中意食啲腸粉嘅，喺屋企買嗰啲咧，係咁粗嗰啲，跟住煎一煎佢，落啲甜醬，同埋芝麻醬都好好味。这个是排骨，啲嘢啲味咧都好正宗，系啦，即系广东嗰啲，我睇咗点评咧话，呢间似广东乡下嗰啲饮茶地方，但我都未去过。呢度食嘢咧，好过瘾啊！你哋可能都嚟過，得我冇嚟過，係咪？我哋依家聽到廣播咧，山水豆腐花、五香鹹肉粽、潮州粉粿。攞嘢。真的
其實我差不多噶啦，但係我驚一陣間會肚餓，點算咧？誒，係咪有豆腐花食噶？我哋自己去啦，多謝，幾好態度啊，好好照顧。好啊，多謝。系啊，犀利啊！整一碗试下咯。好想自己筆嚟試下。這個應該是糖嚟嘅，俾少少。我哋頭先咧喺端記嗰度行落嚟，呢度有種菜，呢度有水。系啊，我记得。哎呀，呢度系咪唔系荔枝啊？系错咗。呢个就系传说当中嘅西洋菜，冇得食。喺呢度咧，可以谂起嗰句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唔见唐僧，女儿美妇美。系咪一路咁行落去咧？一阵间见到人再问。睇下呢度有啲花花好靓啊，紫色嘅。好靓啊！呢度仲有，我哋睇下呢度。其实都有人行嘅，即系我哋一路咁行咧，都会有两个人啊、三个人咁样经过，见到。系啦，我哋都喺度行紧。其实对于前面有啲乜嘢咧，都系未知嘅，啊，净系知道一路行，其实好靓啊！我第一次行呢啲山径，我谂下次都会再嚟嘅。我从来都冇行过山嘅，但系我觉得几好玩喎、啊。可能到咗咁上下年纪，我又嚟。睇下咩嚟嘅？大冬菇。好大啊！点解诶？点样话佢大咧？睇下我只手，系咪好大啊？点样食咧？好得意哦！哇，如果诶，成功吸引了我的眼球，太烦了你。喺呢度带士菠萝，系啊系啊。呢只好大啊！啊，上面仲有好多啊！嗰度仲有，依家咧就行到一条咁样嘅路，都唔知行去边。后边有一个姨姨话俾我哋听，一路行就系荃湾地铁站啊。系啦，我哋再行下。
你哋识行山嘅朋友肯定熟过我啦。我第一次嚟，我哋呢度行到好远，咁都唔使再行啦。呢度咧往兴扶轮亭，我哋依家要行落去，一路行落去啦。前边有人。哎呀，我哋经过，其实要行系一路咁落楼梯咧，落咗半个钟啦，即系脚震啦。我哋咧头先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，行咗成一个钟咯。其实喺落楼梯嗰度咧最辛苦，后屘都唔想再行啦，坐的士嚟咗呢一度。是跟我一起那個不行啊，我還可以的。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蘭峰沙場的舊址，可以在這裡走走，那些藝文青有什麼玩、啊、展覽，看看有什麼玩，跟著走吧。這一家呢就是蘭峰沙場了，是的，以前的蘭峰沙場，現在的文藝青年陣基地。我們出了來，跟著上翻個電梯，我呢度仲可以帶狗仔入嚟噶，勾勾。喺上邊有咩玩？其實我依家仲食唔落，好多鋪頭係12点先開嘅。叉冬蹭，哇，好靓啊！哇，靓到，好靓啊！我以前咧。小的時候太武俠片了，不是太古裝片了，就好想有機會可以，哇，有一套，哇，靚到，這裡是租戲服，噔噔噔，真的靚。其實唱戲好犀利的，呢樣嘢係真係唔學唔識嘅，即係要從細先開始啊！呢啲小朋友做戲，我之前學過幾日粵劇啊嘛，我都覺得我唔得。呢度係咩啊？做 T 恤？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今個星期的直播，真係身水身汗，費咗力氣去找地方玩啊！希望你們可以支持我這一週的直播，具體的時間呢會在這條視頻的下面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多謝多謝，拜拜。去呢個荃灣愉景心城。我可能嚟得太早，啲嘢都未开啊！睇下呢个日本街咧，啊，本来想睇呢个日本街，但系听讲已经收咗啦。睇下呢啲，唔知佢几点钟开？为咗配合疫情，都唔俾喺度食嘢，咁买翻嚟点样食？唔該，呢條街幾點鐘有得食啊？12点。多謝你。佢其實啲
我知咧喺收购楼下咧都有一条可以食好多日本嘢嘅地方，所以话今日冇得食都唔算遗憾啊，都可以去翻收购嗰度食，同埋咧唔食唔肥啊！我哋依家听就系呢一间，但系都冇嘢食啊，要成12点先开嘅。不过依家个疫情都唔方便喺出边食咯，系啦。头先喺嗰边行过嚟，依家又拍翻转头个门口俾大家睇下。哎呀，呢个去雷门寺嗰阵时有见过呢架车。啊，嗰啲人咧好似饮者咁，嗰啲鞋咧好特别，即系好似去日本嘅时间就喺琴日。日本酒寿喜烧、玉子烧、飞蛋黄牛，其实我哋之前去日本都有去食过，即系好似啲市场入边嗰啲摊档，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。呢个荃湾嘅愉景湾商场，可能我嚟得太早啦，依家系上昼。系咯，依家我想行翻去二楼睇下有冇。大家仲记唔记得六宝喺半岛酒店嗰个经典嘅电视广告呢？相信好多香港朋友嘅童年回忆入边咧，都系有呢个六宝橙汁。我咧就从嚟都未饮过，你哋想唔想饮啊 ？Hello， 我哋呢个荃湾。探险终于都完成咗啦。咁讲真咧，端记啲嘢咧就点讲咧，成个环境咯，都几好玩嘅嗰度系。行下嗰条山路，其实初时几好玩嘅。到咗落楼梯嗰阵时咧，真系几辛苦嘅，个脚咧真系争啲抽筋。跟住再落到去咧，嗰度太热咧就。真的有啲辛苦，所以话我哋就决定坐车翻嚟啦。再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啦。都希望你哋可以继续支持我哋今个星期嘅直播。多谢晒大家，多谢晒。希望你们支持我们这一周的直播。具体嘅食时间同埋平台咧，系边一日会喺呢一条视频下边公布。多谢，拜拜。已经开冲主权。全力投入演唱，难得可得到街里众人拍掌与欣赏，曾经失声献唱，流泪现在高唱，随心线飘往星光璀璨最好的方向。